全新登场第33主要卡盒来了，我们的 TG 系列三角加速 TG 挤炮手，破坏场上一张魔法陷阱气旋，满二之王冲阿小，六花老婆系列第33主要卡盒。各位好，我是浣熊哥，浣熊哥又来抽卡盒啦。第33主要卡盒在今天晚上11点放出来了。对，那个人原本是没有很想抽的，但是想说六花老婆系列这么香，又有点想要抽一下。对，我先把这个宝石先领一下，他有送500宝石，敢直接领爆。对。想说可以来玩玩看六花，但是六花里面这个雪花莲可能要两张以上才比较稳定啊。这个六花里面的这一只是 UR 嘛，然后其他呢？其他好像都是 R 呢，对耶，其他都是 R。对，其他都是 R 欸，所以欸没有干牡丹也是 RS 啊，几掰。好啦，管他的，就直接抽了啦。好，我们就开抽吧。3500看能抽多少。直接抽爆。我干，马上就来。水。第一张就 UR。干，连续两张。水。魔法卡来看一下是什么。六花绚烂。好，等一下重置。这张感觉蛮重要的，这张检索卡。哎，六花的那个超量怪来了。好，是呢。哇，这卡图也太棒了吧！哎，来了来了！哎，超同步怪还，哇，是亮面吗？还是钻面？来，谁？守护者来亮面的，感觉 TG 应该也可以稍微玩一下哦。哇靠！看第一轮整个欧气爆发，哎，杀小直接四张，哎，好，重置重置重置。好，下一轮。通常第一轮爆发后，第二轮都是更热，都会抽得很热很烂。干干，不会吧？错赛错赛错赛，错赛错赛错赛！我操！我操！干，果然，妈的，好，直接继续抽爆。来，来了，来了，来，亮起来。魔法卡，六花绚烂，哦，两张，两张。但是我还没有 UR 的击败，而且我也没有六星的那一只，哎，也感觉要玩，感觉也是要挤一段时间。哎，来了来了，来亮起来，水，哎呦，同步怪，干不会又是那只 TG 吧？哦哦，主角怪。我感觉应该会有技能可以搭配这一只，所以这只可能也拿个一只会比较好。就是那个安提诺米应该有这个技能可以搭配。来，又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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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超量怪，干两张这个杀小啦。哦，这个应该不好叫，我觉得。哎，来来。好，目前六花绚烂是两张，对嘛？这个是两张，然后牡丹没有半张，
雪化了也没有半张。好了，直接这一局往下抽。只有3500个宝石，我觉得我之前有点太挥霍了，导致现在有点可怜啊。干，靠背，这个要三张是杀小啦，三张哎，太惨了，太惨了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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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来。六花，干鸡哥，好，继续往下，还剩三次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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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真的尴尬，真的尴尬了。哇，不会吧？来，有有有有，各位六花魔法卡，不会是绚烂吧？哦，气旋气旋，试一试一试一试。虽然宇宙旋风比较强，但是这个多留几张也不错。啊，剩两次，干。好啦，其实我也没有抱到太多期望啦，因为我这次存的宝石不够多，只能怪自己上一次太贪了。哎，有有有有六画，哦，两张螺旋桨蛇。哎，来来来来，黑白波动。以同步怪兽为超量素材的场合才可以发动，要用同步怪来做超量。哎，感觉可以搭配那一个墓地漫山，就是拉那个，就是墓地漫山之后也要被改，算了。哎，又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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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六化。哎呦，灯笼沙，灯笼沙。嗯，这个感觉 OK， 感觉 OK。哎，又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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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化。哇靠！砖头与 TG 也是 TG 系列的，哦，干仪式那一张，仪式的 SR， 哎呀都没有，哇，这一次直接爆棚哎，一二三四五五张呢，其实我的抽这一次抽运算不错，但是就是宝石有点少，啊。重置吗？不要，因为六花一张都没有，没有牡丹，也没有这个雪花莲，更不用打了。嗯，好了，直接抽了啦。但是感觉可以，要不要拼一下 TG 系列的？对啊，嗯，然后剩500好像也没什么好考虑的。会不会又抽到这张 S 啊？干，要不要重置？重置啦，管他的，直接重置，直接抽。有有，哎、欸，雪花莲，水。哎、欸，绚烂三张哎、欸，靠腰！哎呀，没了没了，没了没了。好，最后的结果就是长这样。我有三张六花绚烂，可以用来检索这个。可以用来检索这个六花的一个牌，感觉这张是蛮重要的。但是我的雪花莲只有一张，牡丹没有半张。牡丹感觉很重要，因为牡丹可以拉它六花相关的魔线，
而且它又是六星的 R6 的那一只，对，因为它放出来的那个六星，我记得是长，我记得它是 R6 是蛮强的那一张，我看一下哦，干死哪去？这张，好吧，还有一个宝石，抽掉它。我靠，这样也可以。同步的，哇，机炮手两张三小亮面的，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吧。哦，不知道是算这算运气好还运气差，但是就是有一点半惨啦。但是我希望说，希望等我之后有稍微赚一点宝石之后，再回来再把这个补齐。对，好，那么今天影片到这了，先休息了。